风景区，那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站。可是当他去的站的最后一站，也是我们回程的起站。所以我们的起站又在哪里？又在我们的南坛风景区的地方哈。那回程回到哪里呢？又回到了那个博爱路的博爱社区大学佛关山的那个地方哈，他们的那个乐龄中心哈，这个地区。在你们的右手边这个地方，也是我们在日据时代非常有名，也是经济的来源之一。第二字翁来回家，我看见吗？翁来回家就在我们的在前面一点点的地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翁来回家。一路上你们会看到的，我们家一路会非常多的画家，乃真真波，一路上会有他的一些画像，因为他曾经走遍了嘉义地区，帮我们嘉义留下了一些历史的见证者。包括了那一九一七零四年是全台湾最早建成的一个地方，可是这个最早建成的地方，在一九零六年我们的朱罗城是为振华的一个大地震，振华以后我们东区的那个城楼到底去哪里？弟弟在哪里？个弟弟的弟来的在哪里？这样嘉义公园里面，可是在哪里呢？那个太保罗在哪里？不要以为是那个后来民国五十三年建造的那个太保罗，不是，是在一九零六年，后来经过了十年左右，又把这些茶台放在嘉义公园的嘉义现在的家庭教育中心的后面。可是这些历史见证到底去哪里了？这些你就可以从陈振波的画里面去找到，他就盖在哪里。所以回去要去看一下陈振波的画哈。那接着呢，我们现在经过了我们的四十年所建立出来的那个区公所，包括右手你们的右手边的地方，右手边的地方哈，有一个叫西门教会，它也是我们四殿五级之一。